赢咗嗰方决定呢间拳馆嘅命运。几难几辛苦唔紧要，最紧要系保住间拳馆。我要俾所有人知，我哋蔡李佛系经得起呢个考验。胡须仔，俾你见识系真正嘅蔡李佛啦！呢啲蔡李佛就系咁噶。如果你哋三个想赢嘅，先要知道点样叫打输。正所谓经一战，长一智。冇尝试就冇进步，唔好呢一世都停留喺呢个位置度先得噶。其实你啲空手道咁犀利，点解仲要学蔡李佛？呢个系同我嘅祖父有关。我祖父经过多方了解，先至知道呢种中国武学就系叫做蔡李佛。代表蔡李佛团出战嘅系嚟自广东新会嘅陈英杰。蔡李佛，估唔到你。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。